咁啊，今日嚟做呢、這個汽車維修員啦。我話俾你聽，我已經唔記得咗啦。試下俾你一個人借換緊油啦。誒、欸，有車嚟啊，唔該。哦。我係好中意車嘅，但我對車啊真係好熟嘅。喺外國做汽車維修咧係好揾得㗎。而家整緊冷氣膜啦，因為冷氣唔夠凍啦，佢咁啊，可能有啲濕濕地。冷氣膜就係呢個位啦，所以每件都要拆好多嘢嘅。哇，好多線啊，好多嘢，都複雜嘅嗰架車。咁啊，都係安全為主啦，整車都係好。咁啊，螺絲批啦，係啊，唔該曬，好拆一層招啦，因為歐洲車多嘢整啲，啲零件太多啊，複雜。你而家係去要揾嗰個冷氣泵嘛？你話係咪啊？唔係，而家我哋拆個散熱網，同埋換個冷氣泵，啲水咧盛住喺個桶度。OK， 左右攞到佢咁啊，有少少水漏出嚟噶。由得佢漏？係由得佢漏得噶。喺機器裏邊咧，一定會有水漏出嚟噶。我由得佢漏啊？係由得佢漏得噶啦，擺埋一邊得噶啦，我哋可以呢個。OK， 我哋繼續再拆下一拍嚟咁啊，照攞翻啱啱個一字梯俾我啦。先嗰個黐流線喺呢度啦。一架車真的有很多不同的 fluid。啲客帶啲車入嚟最常會整啲咩啊？都是換下油啊，聽下部車啊，嗰啲雞尾啊，換油老化啊，都就換油多嘅都係。換油多啦，加上裝備正機啦，最多裝備機嘅我哋，因為我哋自己有代理訂機噶嘛。係。所以話邊係咩機嘅？你話係？備證機。尤其是香港咁多一啲咁多啲凳位啊，去到十。年咁上下咧，啲 suspension 係真係會老化嘅，時間長咗啦，會爛啦，所以都要維修㗎，都要呢個。我哋清潔呢件嘢，扶住呢個位，吹乾淨呢啲沙石啊。OK， 拎走啲。吹一吹就再抹咯。好啊，好啊。原來咧，佢好夠好嘅大力喎。係啊，好大力㗎呢個。OK 嘅，差唔多。可以攞啲布抹一抹佢。哇！有隻烏蠅喺度嘅，佢粒石仔棘住咗。擺個位？得冇問題，擺度先。我想本身是因為自己對車很有興趣啦，咁對車自己都有一定的要求啦。以前其實我是呢間車房度打工啦，後來老闆就離開香港，問我有冇興趣繼續做啊。咁就自己又真的很有興趣對於車，亦都希望可以幫人哋整到車啦。我想我兩種身份都享受嘅，一個就是真的落出一場去爭分奪秒，但是有時回到嚟整車，幫客人整完架車，個客人好滿意，其實呢個都是另外一種嘅滿足感，咁都會有嘅。因為我比賽啊，又都有啲成績啊，真係有啲人客係好想我俾嘅意見啊，覺得佢架車點樣再整啲乜嘢會好啲啊，都好榮幸啦，真係希望，因為本身我自己都仍然覺得自己係比較尚算年輕啦，所以能夠得到啲客人啊或者朋友認同咧，咁其實自己都好開心嘅。都算係嘅，不過以前未有疫情之前咧。都是會落去場跟啲賽車嘅。過往兩年因為疫情嘅關係啊，我哋要比賽嘅時候都用嘅師傅就未必係我哋呢個，因為始終呢度都要做生意啦，打門口咁，所以就而家呢刻就分開咗嘅。哇，幾好啊！我覺得可能佢自己又中意車啦，咁對車都有一定嘅認識先啦，唔係白紙啦，實戰多啲啦，咁佢都可以真係自己嘗試整下車多嘅，因為始終我諗因為整車始終。俾人哋嘅既定印象都係污糟啲啦，人工又唔高啦，又辛苦啦，唔係冇嘅，亦都有人試過冒昧話想嚟見工，想嚟做嘢都有嘅，但係都有少少青黃不接嘅感覺嘅，冇乜生力軍應該係話。咁啊，今日獎勵下你啦，係啊，哇，褪架車入嚟啊，唔該，哦，都會㗎，咁一嚟驚揩到啲薄位啦。因為呢個位都幾窄嘅呢個位，第一次褪車咧都係要人哋睇睇位啦，褪多咗啦，其實呢個位都唔算難嘅，都會噶，即係比較如果貴少少車咧，通常都啲位睇清楚啦，要揾人幫下手嘅都，如果貴啲嘅車嚟講，如果細價啲嘅車一個人可以搞掂嘅。哎，哇，佢識揸車噶嘛？會啫。係咯，係咯，咁應該 OK 噶。
十秒都未找到個 start button， 真係陰功嘅喎。哦，呢個位置，太費力，再聽冷氣 ，handbrake， 好嚟啦，抽出嚟少少啦。哦，直後，直後，直後，跟住扭咗，扭曬。OK， 再扭右。扭咗，扭准。好，个头过嚟呢边。好，扭呢边后。系，继续啊，扭呢边啦。系，扭呢边后啊，继续。扭呢边系啊。继续，好直。正正正正正正，直太，咁啊直后得啦，直后得啦，有人啊，等等，跟住直去，直后得啦，直后得，冇扭，直后一直，系继续扭啊，扭啊，继续扭扭晒，扭多啲呢边，扭啊扭啊扭，扭死，俾多啲，系，继续继续 ，OK。我可能冇試過揸車係冇 cam 啊 ，cam 咧實在係縱壞曬啊！拍車本身呢個位置都唔易拍啦，仲要係一架你未揸過嘅車。唔係我呢條褲唔容許我去抹開只腳，我望落去都知道唔夠厚啦。呢個位置拍多幾次咧會成熟啲咧，咁應該會好啲嘅。咁啊，第一次拍車都 OK 噶，已經係。多謝唔該。我覺得今日係容易嘅，但系已经比想象中好。今日好开心，就系除咗可以了解多啲关于车嘅嘢，又真系落手落脚，真系做咗少少嘢喎。其实难都有几个定义，我觉得最难系缓解忧嘅，因为咧啱啱嗰个高度好尴尬，喺个车底嗰个高度咧有啲尴尬，我又唔可以坐，又唔可以踎，又唔可以企。長期那段時間我都不太看到那個位置，因為它在車裡面某個角頭，但又知道它又會掉些油出來，我有些害怕它會直噴在我塊面上，坐了一下踎一下，自己腳都有一點腳臂。我會跟你說是首先一做好你的工作，其實知不知道你唱歌都 OK 的，得閒的時候唱一下歌，可能你隔離的所有的隊員呢都開心一點。喂，點解而家先嚟去試下玩做車房啊？晨早你咁中意車嘅嘢，你一早就應該可以入呢行啦。首先一，每一個行業最重要就係你唔怕辛苦，你肯學；二，你有興趣嘅話，你係一定會係做得唔錯嘅。今日係一個呢、這個 experience 真係好困難，但我好少機會講呢句説話，但今次一定要講，就係、是、喜歡呢個 channel 嘅朋友，請你快啲去 subscribe。去按個訂閱，那個叮叮的位置，希望接下來下一集再見到大家了。